是啊，你也知道，公司现在财务有困难，这都是爷爷跟股东们决定，我夹在中间很为难。林夕，孩子们的情况你也非然的清楚，他们现在所有的钱，先回家休息吧。哥，你跟软软要订婚了，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？我最近都没回家，现在你来了，我通知你，我要结婚了。 可是你明明不喜欢冉冉，你不能……我已经造了试婚的孽，结果郭颖什么大惊小怪，大家立场不同，没必要说了吧？我们是亲兄弟，你和我谈立场，我真的很怀念我的小时候。我跟你相反，一点都不怀念我的小时候。难道连我这个弟弟也不想冉冉？所以你怎么想？